中美已经进入了临界点，拜登是铁了心要打这一仗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中控 Talk， 我是卢中成。从近期台军的汉光军演看，美国派遣军官团实地制定反登陆作战方案，可以说美国已经实质性的介入了台海局势，那是非常明确了。此外，就在日前，美国总统拜登还不顾国会的反对，强行动用他的总统特权对台岛进行军事援助。据海峡岛报和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近期以来不断深化对台战略，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担忧。美国国会认为拜登的行为可能会彻底引爆中美冲突，所以美国国会进行了阻挠。然而拜登竟然动用总统特权，也就是总统提案拨款授权，要求向台湾地区提供价值高达 3.4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美国之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有国内的反对，但拜登也是多次动用了该特权，从而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笔的军事援助。如今在对台问题上，还是拜登第一次动用了该特权。说起来，拜登想要效仿对乌克兰一样，向台岛提供更大规模的军事装备援助，而不只是对台军售了。这个事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小道消息爆料了，只不过白宫方面没有出面回应，后面也就不了了之罢了。但现在拜登在国会上正式利用他自己的总统特权对台岛进行军援，那问题就很严重了。一方面来说这是拜登政府在明确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姿态，不再是以往的什么模糊立场，而是明确地告知我们中国，他要破坏我们中国的统一进程，他要军事介入台海。以前的军售相当于是军事意涵，而当前局势下的军事援助，那就是美国政府的明确政治姿态了。这一点非常关键，也基本是代表着中美之间再也无缓和的可能性了，是彻底的敌对立场。另一方面，从拜登提案的时间点上来看，从7月开始，美国对华攻势开始明显升级了。先是耶伦访华时大张旗鼓的摆饭局，邀请国内的女性精英，其中就有当年搞乱了香港、联络乱港分子头目的美国中情局驻港女官员，那个叫朱莉埃德的。这个人敢于堂而皇之的在北京活动，细思那是极恐啊。紧接着，美国 CIA 宣布已经成功在我们中国重建了它的情报间谍网，声明中蕴含着相当的自信，这也令我们国人担忧啊。最后就是美国网络袭击我国武汉地震监测中心，意图截取能够分析出我国在华东、华中地区大批的人防工事、核反击工事以及地下指挥中心等机密数据。这几乎就是战争前夕的最后准备工作了。现如今他又做出了大张旗鼓的对台岛军事援助事情，援助的东西呢，还很可能是拿不上台面的侦察预警以及情报共享数据链之类的。也许美国在隐蔽战线上所窃取的成果已经让拜登是铁了心要推动中美走向临界点，也就是如今美国人已经堵到了我们家门口，要打这一仗了，我们没有退路了。个人觉得还是以前说过的那句话，既避免不了那就来吧，相信我解放军早就全时待战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